这样，闪光灯和按键一起讲啊，因为闪光灯电路比较简单，而且在实际维修当中，修到闪光灯的概率也比较低，不太容易坏啊。为什么呢？我也说不清楚啊，不太容易坏，因为我们看实际维修走的嘛，对吧？就确实，你看做生意啊，做生意呢，我们也都是这样。你像现在做那些设计的，做小产品的，是不是做爆款？什么火做什么，对不对？哪有说什么冷门做什么的，啊，一般都这样啊，赶着这火热上。你看我们修灯、线、触摸、声音、WiFi、照相这些是吧？这功能是我们充电最常修的，这些你一定要滚瓜烂熟。其他的边缘一点的电路呢，你不是说记不住，但会看图也行是吧？尽可能把我们这热门维修的这个电路呢记得熟一点，一上来呢就很好去寻找是吧？不要浪费时间啊。但是，即使你没记住了，你会看图，你还是会的，还是能搞得明白的。我们还是一样啦，跟上节课一样讲 闪光灯了。如果说客人讲我这闪光灯不能修，不能打开，我们要怎么修？但这个呢又有一点点不一样啊，怎么不一样？一点点，哪一点点？因为闪光灯它主要是服务于谁啊？服务于相机。以前呢，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在用诺基亚那个 N 系列 N73 呢，N72 了，N81 啊，那时候开始 N82 就开始有那个闪光灯独立了。什么意思？那时候还是要把手机给破解，就是像现在的越狱一样，叫破解啊，就现在越狱就可以用，就当手电筒嘛。以前是没有的，对吧？啊，以前是没有这个功能，它只有照相的时候才会闪光灯。那么现在也是一样，社会在进步嘛，是不是啊？你看做手电筒的是不是都死掉了，对吧？谁家还会买小手电筒？要么就强光的，对吧？或者野外求生的这些会去买一下，因为手机可以代替了很多东西，是吧？所以我们平时用到照相去闪光灯的概率已经很低了，都是拿来当手电筒用。所以呢，它单独手电筒做一个程序，就是靠软件的形式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就开启你嘛，是吧？负责开启你就行了啊。所以，我们还得考虑，闪光灯是你在什么情况下打不开，对吧？啊，这个也还是要考虑，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比如说，当然了，你闪光灯如果坏了的话，你在什么情况下都是打不开的，啊，都是打不开的。那我们要考虑什么？考虑是能不能照相。如果能照相，不能打开闪光灯，或者是能照相，你不能打开手电筒，这种能照相的是一种维修思路。不能照相又不能闪光灯。这是一种维修思路，因为昨天我们刚讲了相机，说相机电路的总线 IC 的总线跟谁一起用啊？是不是跟闪光灯驱动芯片一起用啊？也就是说，如果摄像头损坏啊，我们假设摄像头损坏，它跟座子相连，对吧？那么座子上面是不是有总线跟摄像头相连啊？如果摄像头损坏，本身损坏导致座子连接总线 CPU 的那个点短路，那是不是也相当于这条总线跟闪光灯连接的也是短路了？那 CPU 是不是同时都控制不了它们两个？那么它照样也是不照相啊？还有一种情况是，这个当然也要跟软件走，每个手机可能都不一样，每个手机可能都不一样。就是说你不装摄像头，摄像头损坏，你不装摄像头，闪光灯是不能打开的。为什么呢？因为还是那句话，我们说总线这个东西，现在我就通过这一个空间，这就是个总线，是吧？同时控制了你们十几个、几十个，是不是啊？这样的人，如果有一个学员没到位，我们能不能开始上课啊？能不能啊？能开，但是我会不会上呢？一般都会等他，是不是啊？所以 CPU 呢，它通过这个总线同时控制摄像头和闪光灯这个功能。你现在想要打开闪光灯，行，CPU 它首先要检测相机在不在，对吧？你相机不在。我觉得你们应该不正常，他说，是吧？我就不给你下发这个驱动开启的信号，那么你就不能用，是吧？程序因为是人设定的，它设进去就死掉了，对吧？它机器不会变，对吧？它代码写好就这样，不会变 所以这个情况，就两种维修方案啊，一个是能打开相机的闪光灯不能照，一个是打不开相机的不能照。如果打不开相机的情况下，闪光灯打不开，我们着重要考虑什么问题啊？知道吗？
闪光灯。那么如果相机能打开的情况下，我们不能照相，不能闪光灯，我们要考虑什么？你是闪光灯是吧？那讲这两个区分它干嘛呢？就没必要区分了，有什么好区分的？没有意义区分。区分的意思，刚才我们在之前已经做了解释了啊，大家在慢慢的来捋这个思路啊。如果像头损坏，像头不工作，导致 CPU 认为你这个相机这一块电路不正常，相机也不给你打开，闪光灯也不给你打开，是不是这样说啊？那么如果我们接到这个机器的故障是相机也不能打开的，闪光灯也不能打开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是会考虑到有可能相机损坏导致不能打开闪光灯啊？也有可能闪光灯损坏导致不能打开相机，是不是啊？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要剖析开。当然你说我先找闪光灯还是先找相机，这随你啊，对吧？这个随你，这个没有说一定要怎么样，但是我们要知道，首先我们要对这个东西了解。那一旦你接到的是相机可以打开的，不能打开闪光灯，你要不要找相机的问题啊？不用，所以直接锁定闪光灯就行了啊，直接锁定闪光灯，是这么一个意思啊。然后闪光灯的话，苹果相对会复杂一些，安卓的话很简单，它其实就是一个灯啊，而且它也不会像苹果那样靠一个驱动专门来控制，有一部分它直接是到电源里面就给个电出来就行啊，它这个功率也没有不可调的，亮就亮，按就按，没有像现在都是可以用程序来控制，说亮一点暗一点，是不是啊？以前老一点手机它只有亮就亮，暗就暗啊，没有可控制。好了，那既然讲到闪光灯，闪光灯灯是不是外配啊？啊，有外配就一定有座子，我们画一个座子。哦，安卓机有些是什么东西嘞？对，两个触点是吧？啊，这样子，这样的形式，所以还是有一点点差异啊。实际维修还是不同，是吧？就每个主板都不一样啊，你得会考虑。那么这边连到这个闪光灯啊，我先画个灯，灵魂画手是吧？画了个太阳啊，一个意思，能理解就行，是吧？代表这个灯，这个灯想要亮起来，首先它要拿到座子给它的电和信号，是不是啊？啊，这个意思。那么座子的信号是从哪里来啊？芯片是什么芯片？我们暂时是不是不知道啊？啊，我们就写个 U 啊，写一个 U 啊，就这么就行了。然后 CPU 是不需要去控制这个灯的，知道吧？像我们这些灯，包括我们背光灯、灯屏幕那个灯那边，是 CPU 不需要去控制的 ，CPU 只要控制这个东西就行了，知道吧 ？CPU 它控制它来输送的这个功率的大小，对不对啊？给座子，座子再怎么样？给它，其实这里是不是相当于这样连起来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如果有灯，是不是相当于这样连起来？那么 CPU 来控制它，让它给出，比如说我给一伏，你的灯是不是很暗？给两伏就亮一点，三伏就更亮，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它是靠这个东西来做，我们叫 driver。driver 什么意思啊？驱动啊，其实就这个意思，对吧 ？CPU 来靠告诉它。让它来驱动闪光灯的亮和暗啊和频率，那么它现在有了 CPU 的控制，它可以输出电压，对不对啊？它凭什么能输出电压？啊，它自己一定要拿到什么电啊电，自己要拿到电，它这个电很大的啊，这个闪光灯的时候，那一瞬间功率就很高，所以电压电流都比较大，它必须要拿到谁的电啊？一家的电。而且是不是经过电感怎么样？声压这个框架，你看我们在不看任何图纸的情况下，我们就做出一个简单的框架啊，相当于它可能不对应每一个手机，但是大部分都是这个情况啊，特别是像高端的机器都是这样的情况啊。那带着这个框架我们来谈维修啊，这个比较乱，你们肯定看得懂，网上的他不一定看得懂，我重新画一下这个框架啊，这也挺方便。这里是个灯，那我这样写个字总像灯了吧？灯泡，对吧？啊，灯泡跟谁连？座子勾连，座子跟谁连？
芯片、闪光灯驱动是吧？闪光灯驱动是不是有电？B 加供电，再经过一个电感 L 升压，然后谁控制它 ？CPU。这个框架清晰了吧？啊，这个框架清晰。好了，那么在我们实际维修当中，如果遇到可以照相不打开闪光灯，那肯定跟闪光灯单独有关系，是不是啊？哎，跟这个总线有没有关系？这里还要给谁啊？是不是给相机啊？如果这个总线有问题，相机能打开吗？打不开，打不开，我们死都不要找这条线，知道吧？除非是他们现在他们三个连在一起，对不对？除非是他自己单独怎么样断开了，几乎很少啊，几乎很少。有千分之几、万分之几的概率啊，非常的少。那么不用考虑这些点了，两条吧 ，IOC 时钟还有。数据两条不用考虑了，那就可能就剩一点点啊，很少的线路可能没有了。那么我们在实际维修当中呢，去考虑，首先因为不用考虑相机了嘛，对吧？这个是闪光灯单独的问题，首先要由外而内，是不是外啊？这灯是外配啊，我们苹果的这个灯是装在开机排线上面的，所以这个座子就应该是开机的那个座子，是不是啊？啊，开机座啊，开机座。那么座子会不会坏？会，它什么情况才会坏？进水腐蚀，或者是人为损坏吧？摔能摔坏吧？一般也会啊、哦，摔一下它座子底下那个针可能虚暗，弯怎么弯？它就那个漆会裂掉的嘛，对不对？啪，可能裂掉，这很少，很少见，摔成这样子，那手机都，对不对啊？啊，对，都差不多了啊，都差不多了，所以。座子基本上不会有问题。那我们先排除外配了以后，找到这个座子什么东西相对应，记住这句话哦，一定要相对应。你说老师，昨天我们找相机的时候为什么不要找相对应，直接把整个相机座子都撤了？为什么？对啊，因为它那个相机座全部都是管相机，对不对啊？那这个开机座子它管全部管闪光灯吗？它有管开机键，还有什么东西知道吗？音量不在这个上，苹果的不在这个上面，苹果的不在这个上面，有一些在，有一些型号，就我们附送话是不是在这个上面啊？比如说我们以苹果六为准嘛，是不是啊？当然后面的机型也有三条三个连在一起的，也有是吧？有些 iPad 是吧？也有的啊。那么所以我们要找到相对应的点，相对应的点你可以看，这种是不是也会写灯是什么 LED 是不是啊？啊，或者后面写个 sport， 或者是 driver DV 是吧？啊，这个闪光灯驱动。然后，那我们这个手机的这个灯呢、啊？手机的灯它是不是有两种灯啊？正常来说，稍微高端一点都有两种灯，一种暖灯，一种冷灯。冷用什么表示啊 ？Cool 哦。然后暖呢 ？Warm 啊 ，warm 是吧？WM 对吧？啊，好了，这个座子这个点我们找到，找到它干什么呀？测量对立组织吧，啊，找到测量对立组织。那么，如果组织不正常，我们会修吗？怎么修啊？如果没有组织或者组织偏大，我们先找串联。如果接地或者组织偏低，我们先找并联，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你看，我们讲了几十节课下来，是不是？如果是这种有外配有座子的，是不是都一样的维修方案，米哥，对吧？啊，所以一开始你们在懵懂的时候，对这个东西不熟悉的时候，总是觉得自己没思路；当你滚瓜烂熟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太简单了。对吧，人就这样子，对吧，人就是这样子。以前我去练散打之前，我也感觉他妈这个会不会被人家打断手打断脚，好害怕。不会是吧，当然我是不怕，我就是说心里会有这种想法嘛，对吧，觉得因为这不可，因为没干过也不懂是吧，打完以后才知道其实很简单，就跟吃饭一样，就是很正常的，有什么可怕的，对吧。好了，那我们带着这思路往下测。如果组织正常的话怎么办？
车供电，车供电吗？然后找芯片，找芯片什么？做工作条件啊，工作条件有四：供电、控制、本身、航路，无非就这些嘛。是不是没有了？所以说，那你这一套打完，你就想，它有没有可能性？没有可能性了。所以我们要考虑一个故障，它的可能性是什么？也就跟它相对应的东西，你都要考虑。那比如说，它这 CPU 挂一个限流电阻 ，REXT 接地，上面写了一个闪光灯驱动 LED 的 REXT， 是不是也要找啊？对啊，就相对应的，你要不要去找基带部分啊？我告诉你，基带部分还真要找。什么时候要找呢？白电闪光。对，小芳你怎么那么聪明呢？以前我开过，别人骂我傻。你看别人都说你傻逼，我说你聪明是吧？那时候跑马灯嘛啊，所以讲我们苹果的手机呢，它会设计的比较那个，它会让闪光灯芯片还要通到基带里面。你说老师它为什么要通到基带里面？来了电话了以后 ，CPU 是不是也可以知道来电话 ？CPU 在下发命令告诉闪光灯去闪光，是不是也可以啊？但是这样的速度是不是就慢一点？知道吧？它有一个过程，所以这个电信号相对来说会快一些啊。那你看我们现在 CPU 的闪存是不是坐在 CPU 上面啊？它为什么不分开做了？节省空间，速度快，是不是啊？因为它距离短，越短越快嘛。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因为到后面后期处理的话，这个数据越来越庞大啊，速度越快越好处理。好了，那么找到这个芯片，现在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有几个芯片，是不是啊？只有去看了才怎么样，才知道。所以如果只有这个芯片的话，那我们找到这个芯片，找它的工作条件，它是不是要有 B 加的电？B 加这条线能不能不给它？不能，不能排除了。那这个电感会不会损坏？会，所以我们要考虑一下，是考虑一下哦，不是说一上来就给它换掉，对不对？你考虑一下啊。那 CPU 不控制它，要不要考虑了？不要了，对不对？啊，几乎不要了。就是就算要，也有几条线不用考虑，这两条总线跟相机的基本上就不用考虑了，组织点一下嘛，对不对？啊，那你想去考虑，也就是组织点一下，还能怎么样，对不对？抓个示波器，抓个信号，抓啥呀？这相机都有啊，你它怎么拱总线不上来啊？对不对啊？那我主机发出信号了，你不重机，谁的问题啊？是不是芯片问题？因为芯片最后我们拿掉以后，是不是会重装或更换的呀？那不就完了吗？对吧？所以这一块又不用考虑了啊。这框架明白了没有？真明白假明白啊？啊，我们这样子啊，我把它现在这个图看到了，我打开，是吧？抽个来说一下，好吧？那个陕西的小伙，你讲一下，你说刚才我那个框架，现在我们要没有闪光灯怎么修？大致的思路你说一下，不用站起来就做得好，对。现在我没有闪光灯怎么办？客人拿过来说，老板我这个手机你看这个闪光灯没有，你帮我修一下。我会先看一下相机能不能打开。相机能不能打开，首先我们看一下相机能不能打开。好，相机现在是可以打开的，相机 OK。相机 OK 的话可以就等于说是已经排除它外面这个是否损坏。怎么排除外面？相机跟闪光灯不是一个东西哦，分开的。啊，先由外而内换一个闪光灯，对吧？对。如果可以了，是不是就可以了？对吧？啊，那你跟客人说，我先给你检测一下，我先帮你换个外配，对不对？啊，我先扣上去，要不要换上去啊？不用换上去吧，直接拿过来排线扣一下，打开就行了。不行就直接扣掉。你闪光灯开机排线连压在电池下面是吧？主板电池全拆完再装上去，捏好搭好，尾部螺丝拧完还是没有闪光灯，你说你气不气？是吧？没有这么愚蠢，我们扣一下啊。那如果扣上去还是不行，我这闪光灯确定是好的外配，那怎么办啊？测桌子的啊，找桌子，测桌子所有的点吗？
相对应，相对应的点的什么东西？的对立组织。对组织。然后，如果没有组织或者组织偏大怎么办？先找串联。先找串联，如果看看有没有挨捞这样串联店主或者店容是吧？那如果说没有串联的话，它直接这个点直接连到芯片了，那怎么办呢？啊，直接判断芯片问题，有没有可能这里断线呢？也有断线可能性，但几率比较小。啊，几率比较小，是不是先直接就想的是，闪光灯芯片虚焊或损坏了？对，对吧？好，那现在我测量组织是正常的，跟我的好榜或者是我以往经验测这里是380，现在也是380，对吧？那是不是正常信号了？好，正常了，那怎么办呢？看一下这个芯片工作条件。啊，看它的工作条件，工作条件。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它工作条件首先第一个是什么呢？供电。它电从哪里来啊？这么大电压。B 加是不是电池啊？它电池给过来电不够，要怎么样？升压。升压，所以还会经过一个电感升压，是不是啊？好了，那这个电我考虑了，这个电感也没有坏，这个电肯定能过来，那再怎么办？找这个芯片的控制。控制，谁控制它呀？ CPU。那么由于 CPU 这个控制线是同时控制相机的，刚才相机是怎么样？能打开，所以这个控制线我们也不用考虑了。那你看，控制能给过来，电源能给过来，它输出也是可以输出的，是不是？就它睡着了呀？还有没有旁路啊？有嘛？比如说它这里并联出来一个电容，这个电容接地是不是会扯它电啊？对。啊，如果旁路正常的话，那就是不用想，直接换它，对不对啊？能理解吗？那这个思路你想想看，你每天要问自己。你去看图，你以后自己画方框图，下课的时候去画方框图的时候，你要问自己的，我先画图，如果遇到这个故障我要怎么修？你天天要这样问自己，你别我一上课让我来问你，我一问你你紧张答不出来，你下课就天天背，这故障不行怎么修？这故障有问题是吧？这个功能有故障怎么修？然后呢就问先怎么样后怎么样，一步一步，你每天问自己同样的话，是不是就跟我讲课一样，讲着讲着就熟悉了？知道吧？啊，所以你不要懒，这都是一种方式。你像我们打散打是不是打比赛啊？是不是跟人家打？那我在场下是不是要跟师兄弟打？是不是在不断的演练跟比赛的什么这个过程吧？对吧？所以你们来学习，不要把所有的这个思维思路方向全部依靠在我这张嘴上面。我告诉你一个方法和方向，很多时候需要你自己练的。教练说拳这么打这么勾，你不练你就想，哦，我知道了，你就能去打比赛了吗？不行吧，所以你还得要自己练，知道吧？啊，你对，你去可以去比赛，去跟人家打嘛，被人家打嘛，是吧？你看我们以前别人打过来为什么我们不晕呢？是不是要给人家叫师兄弟每天打我们，看击打要练吧，对不对啊？那脖子为什么能承受那么大的力啊？咬着那个壶铃，哑铃很重的，十几公斤，咬着毛巾咬着，是不是在那练啊？这个，所以很多人他不理解啊。我觉得很多人瞧不起运动员，觉得运动员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不是的。其实运动员真正的是属于我们属于蛮荒时代，你知道吧？你想一下，在以前几千年前，那人类是怎么活的？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一种优胜劣汰嘛？对不对？你得演练啊，他的是不是要？你看，你像那些狗。狮子、狼、猫，它小的时候是不是母亲就开始教它叼、抓、咬，是不是要练习啊？那不就完了吗？狗为什么打不过狼啊？因为狗每天哈哈伸舌头就有的吃了，狼需要自己去冒着生命危险，是吧？才有的吃嘛。所以你老是问我，像昨天那美女问，她说我也没思路了，咋没思路呢？那你每天去讲这个思路，你接到一个机子就这么问自己。接到一个机子就问这么自己问不明白的时候问一下同学问不明白问老师，不断的去要求自己去演练这个过程。你来学什么东西都是一样，很多人说，哦，学销售就能赚到钱吗？前景如何？昨天晚上不也说了吗？你上大学有前景吗？能赚到钱吗？对不对啊？人家现在到山区里面去养竹鼠都养出网红了，对不对啊？去赶海，去海里面捡螃蟹都一年捡几百万，是不是啊？睡觉都能睡几百万，这个东西还有什么前景不前景？现在这个社会这个时代全部要靠自己的，
是吧？不是说一个技能能改变你什么，而是你要自己改变自己，知道吧？好了，这个框架你这样子说出来呢，就非常的清晰了。那我们带着这个框架去找图纸，好吧？我们先找一下这个苹果的点位图，啊，以苹果六为准。哎，这是六 P 六 P 啊。好了，我们这里啊是开机键、闪光灯和什么 MIC 什么送话器是吧？啊，送话器附送话。那么我们就去找跟闪光灯有关的点，是不是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哦，这里是不是写了闪光灯的驱动啊 ？LED 吧，后面带了个 WARM，WM 是什么 ？Warm。是 warm 吗？你看啊、哦，你们初中读过吧？这个单词应该是初中学的吧？对不对啊？哎，你们为什么不怪你们初中老师嘞？哇，你们初中老师好垃圾啊，连 warm 都把你们教不会啊！你应该骂他，骂你们母校，是不是？往死里骂，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怪谁啊？怪你自己，是不是？我不经常跟你们开玩笑，我说我们读高中的时候大家喜欢游泳吗？对不对啊？叫你去游泳，那游泳吗？你说你不喜欢，那不去了。好了，高中毕业了，考上大学了，到大学里面，哎呀，看到一个女孩子挺喜欢的，是吧？想周末约她出去干嘛，女孩子说我想去游泳，然后我不会，那你不会怎么办？我会啊。你会你就有了嘛，是不是啊？所以很多技能方面的东西你不要小看，现在不一定用得到，以后可能就用到了，知道吧？你看你们初中的时候学英语不好好学，不会认，你看十年以后用到了，对不对啊？这就是这样啊，就像我们那个说这个大学毕业证一样的，虽然说这个证并没有用，你们自主创业是不是啊？但有的时候哎，赶上现在创业政府，比如说给你大学生有扶持了，是吧？给你减租，给你补贴，没有大学毕业证，是吧？所以有的时候有些东西，它就是敲门砖。对，远见啊，要长一点，不要老看着当下。当下它不一定的，你说当下这个手机维修行业怎么样，也说不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东西很重要。这三个点是在一起的，对不对啊？啊，是一个点啊，叫 warm 暖灯。然后这边是什么？冷的吧，冷的。然后再看这边 key 代表什么 key？ 钥匙，是不是开关键、啊、然后这个呢 MIC2 是不是附送话？这边是 MIC2 是不是附送话？跟闪光灯有关系吗？没有，没有半毛钱关系，好吧，没有半毛钱关系。然后呢，这边看到了一个什么，这个我们还没学，你们英文单词上面应该有写 NTC 代表什么意思？呢特吃 NTC 温度检测啊，温度检测。这个当然这个也会影响我们闪光灯的，就是你在开闪，就是说如果这个电路这个地方太烫了的话，它会让你打不开，对吧？它怕你功率再大就烧掉啊，对吧？但一般我们啊，一般也不要考虑，好吧？那我们主要就考虑这两路，一个暖灯，一个冷灯啊，冷灯啊，这个我们要知道一下。好了，然后呢，那我们排除外配以后，是不是就找这两六个点啊？其实这六个点是两个点吧，因为三个一起，三个一起啊。那我们去测量对立阻值，是不是？啊，它上面是不是也写了阻值啊？如果写了的话，我们不要去对它那个数字，我们只要对它有和没有就行了。你不要对数字，因为你的表跟它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只要对有和没有。那你说老师，如果我他没有写组织，没有说告诉我有没有，我自己会不会分辨？会不会分辨？组织从哪来？那你就看这个电路它过去是不是串联该通道芯片，是不是啊？那如果中间串联一个是一个电容，这边能不能有组织啊？因为电容两端，是不是啊？所以你要会分辨，明白吧，金明？哦，就这个意思。
好了，然后我们那现在测阻值了，我测这里，比如说我发现这个地方没有阻值，对不对？没有阻值，我们刚刚怎么说来着？大家啊，没有阻值，先找串联吧。我们看有没有串联，好不好？哎，它直接怎么了？是不是到这个芯片里面啊？这芯片不就是闪光灯芯片吗？对不对啊？好了，那时候你现在考虑刚才那个陕西小伙说的，说这没阻值找串联，那现在没有串联的话，我们直接找谁啊？那有没有可能断线啊？有可能，概率少，但是我跟你说，这里断线的概率很大。为什么呢？你想啊，这里的线要到这里去，它能这样通吗？它是不是这样子走啊？哎，那你看这个折弯这个地方，七字形是不是很容易摔断啊？很多的，所以这个地方很容易断。你说老师，那我是不是直接就把这里刮开，看看有没有断线呢？也不是的，这个地方如果能断的话，一般这个地方都是有裂痕了，就这个七字形这个地方知道吧？就会有一个裂痕的。你们以前有同行干多的就应该知道了，啊，这里就会裂痕。那如果没有裂痕的话，我们肯定就怀疑芯片，是不是啊？好，这个时候又有一个问题来了，这里是不是还并联一个东西？这里跟这里是不是很近？跟这里是不是很远？这里如果没阻值，我怀疑断线的话，我可不可以不用拆芯片，在这里测下？因为断线它断在这儿，跟这里不影响吧？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测一下，哎，发现阻值有了，跟好板的阻值是一样。那我要不要考虑说哪些什么断？我直接从这个电容拉一根线，拉这个座子能不能解决了？那不就完了吗？会拉线吗？会。会焊吗？会。那不就能赚钱了吗？是不是啊？哪有那么复杂？不要想那么复杂。好了，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路。冷灯，啊，冷的灯，点一下。然后呢？哎，是不是也直通了吧？啊，直通这边。所以这个时候它也没有并联的东西，你没法可测，是不是啊？你还有一个方法可以测，你看到这个点没有？这个点是不是在最边上？你可以用那个刀尖，知道吧？戳一点进去，望远表是不是可以点到那个搭到铁上测一下？那不就完了吗？就方法很多嘛。你说老师，我喜欢把它拆掉，拆掉以后测这个点和座子之间的通断，这样可以吗？可以。如果通，我就重置或者更换芯片，是吧？如果不通，我只好事先把线怎么样飞好，再装芯片，对吧？这随你，是吧？随你啊。这个解决的方法最终还是看你。你说老师，我一般测到这样的问题，我就让客人直接换板的，可不可以啊？那我还更简单，直接换手机，是不是啊？那解决的方案有很多，你想怎么解决是你的事儿啊，我也控制不了，是不是？好了啊，闪光灯就这么多。然后刚才还有这边有一个说温度检测信号，我们看它通哪里去，通到背面。背面是不是有个电感啊？电感两头怎么样？相通，我们再点一下啊，这个是通到。闪光灯的最左上角，啊，最左下角，看到吗？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哎，这个地方没有，如果这个地方不通到那边的话，它能不能打开闪光灯嘞？能不能？不能。还是能，还是不能？这个东西是这样，看程序，看程序，知道吧？也就是说程序分两种，一种是如果我没有检测到你的温度，我就是说这个点到座子之间断了嘛，或者虚焊了，是吧？那闪光灯上面那个温度检测的系数是不是不能下发过来？这时候它可以写一个程序，只要我没检测到你，我就觉得你有危险，我就不给你工作，是不是啊？是不是这样想？然后还有一个情况，如果你把那个温度抠掉了以后，它是不是也检测不到温度嘛？也算是正常的情况，是吧？那不会 啊，你们现在还没学到，还温度检测下好两节课啊 ，NTC 下好两节课，别急，是吧？我们先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不好？你看给您先打乱了，是吧？我们所以考虑问题别着急嘛，你老跳，像是那云南仔呢？在后面是吧？我们不跳，一个个来嘛，你不会不给你的，这个是担心啥？你刚第一天过来，
老师你今天教我做 CPU 吧，你不教我做 CPU 我感觉你不牛逼，我不学，是吧？那怎么办呢？是，所以其实没办法，你得循序渐进，一步一步慢慢来啊，一步一步慢慢来，好了。然后呢，我们讲说这个地方你可以考虑两种情况。你说老师一定是怎么样吗？没有一定的，看写程序的，对吧？我觉得这个程序没有，只要我跟你断开，我就认为危险不工作。还有一种情况是断开，其实跟正，你说我们这个顶上不是烟雾报警器吗？你把烟雾报警器摘掉，他那边可能就报警了，这是一种方式，是不是啊？还有一种是一定要他达到温度他才报警，你摘掉他没事，知道吧？就掩耳盗铃，知道吧？你自己把自己耳朵捂住，别人听得见，你是不是听不见？那你也照样这工作是吧？照样偷铃，对不对？不就这个意思吗？所以两种方式，是吧？所以这个东西很简单，简单成什么样呢？你拿个绝缘胶把那个 worm 给怎么样？把那个 NTC 给粘着，你试试看能不能打开，不就完了吗？就这么简单的问题，是吧？我们说科学家一定要有一所什么？做科学家的人，他的工作的地方一定是，对，实验室嘛。为什么要实验？实验这两个字你们理解吗？对呀、啊，是不是啊？通过实际得到的验证，那才真科学。你没有实践，光嘴上讲讲那没用，好吧？那么闪光灯就这么一点输出的线路嘛，对吧？总共就这三条。那我们来看它的工作条件啊。首先它要想工作必须要有电啊，有电啊。我们看这里，哎，它是不是有 B 加的电啊？进来啊，进来，进来了以后呢，经过一个电感PP 代表供电吧，对吧？ LED 灯吧，你是不是 driver 啊？DRV 是吧，啊，升压，然后呢在这边啊，升压完了以后它是不是就有足够的电了啊？它才可以通过刚才的 A4 B4 和这个，哎，点不动啊，哎啊，这个 D4 和 C4 是吧，去输出冷暖灯啊就行了。那你说它就能输出了吗？不是的，它还需要得到 CPU 的什么控制啊，控制。我们来看控制，控制线，这是不是一个开启信号啊？是不是开启啊？那这个开启它连哪里呢？我们来看一下，连哪里啊？是不是连一个电感？电感连哪里去了？座子，座子是不是连到相机上面啊？这一条线路开启是开启什么呢？开启你在照相的时候，因为照相那一瞬间，相机会往下面主网发达一个信号，说闪光灯你给老子亮，是吧？它就亮了，是这样。那我们开手电筒的时候要不要闪光照相机给它驱动啊？不要的，是不是啊？不要的啊。但是你不装就不行啊，因为什么呢？你不装相机不行，打不开闪光灯，因为什么呢？我们再往下看，这里是不是一个总线啊？对吧 ？CPU 是不是同时控制闪光灯和像头啊？啊，那你说？老师刚才这开启信号你开玩笑吗？我们再看一下啊，你说这开启信号，那如果不开启的话闪光灯怎么能打得开呀、啊、对不对？哎，这时候我们不要着急往上看一下，嘿，这里有个什么，是不是也有个开启啊？所以它有两路开启，一路是由 CPU， 也就是说我们去点触摸屏，是不是点开那个闪光那个手电筒啊？这时候触摸屏是不是要跟显示同步？显示是不是要给到 CPU 说我打开闪光灯了，对吧？这个画面跟他们同步嘛，同步完以后 CPU 知道你打开闪光灯，所以 CPU 会通过这个点第三角给闪光灯驱动发射一个开启信号，对吧？它是不是就能开启了？但是话又说回来啊，你不需要知道这个信号管什么，你不需要知道，你为什么需要知道呢？假设你测这个组织是正常的，那 CPU 为什么不给它开启呢？是不是就 CPU 坏了呀？那还有的说吗？所以你就根本就不需要，你只要遵循组织正常就行，对吧？好了，所以基本上啊，一个闪光剩余的空点和接地是不是啊？啊，就没有什么东西了。所以你看这个点很少，总共1、2、3、4、5、20个点，20个点有4个是3个接地，1个空点。这个接地能不能不要啊？
肯定不能不要，是吧？你说老师，那 CPU 下面几百个 D 少一两个有没有关系啊？少两十个，少一两百个都没用，没关系。因为以前我们做 CPU 的时候，怕老师那个以前那个网很垃圾，直出来的吸球很大，知道吧？一装地线跟供电就挨在一起，我们直接就把那个地线用滤油遮住了，直接就不装了。只要它有地线就行了，每一个区域，因为我们讲芯片是什么？集成电路，它你自己划分每一个区域，大概都能拿到地线负极，它就可以了。但是一个芯片，特别像我们灯控，灯控下面是不是只有一个地线啊？你把它不要了，它能量吗？回路都没了，对不对啊？不可能形成一个正确的电路了啊，所以它可能就不行。好了，然后呢说，就没得说了嘛，结束了啊，结束了，好吧？这是这个闪光灯，然后闪光灯是5S 六代六 P。6S 6SP 芯片全部都通用，通用啊，通用。然后再往后就不一样了，7代跟 7P 都不通用，因为他们装了个长条嘛，对吧？ M 装了个长条啊，就不一样了。